你说你不好好在家相夫教子，你跑到我这儿来干嘛？一诺，你侵略我宋，杀我百姓，今天我就叫你有去无回。那我们就刀剑说话，奉旨。
大王的帐篷被人控制了，他们不让我们进去，大王的尸体就在里面。难道是野昭的人已经冲了进去？还是说送的那个仙霓裳从中作梗？报，王子殿下，东门发现野昭。什么？霸图，是，西门的战士交给你，我去东门营寨验招。好，是，跟我走。撤，下。撤。撤。撤。